今天大家有听够吗？如果今天没有听够跟没有唱够，我10月7号呢，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也举办了一个同名的演唱会，《适合相爱的时辰》，欢迎大家10月7号到现场，一起来与我相爱，好吗？谢谢大家，晚安，到时见，拜拜，晚安。